要解救关东军，吴小红连夜疲劳能命不回，我想出人。自尊啊，家自救，金山魁，那家红贵官能能把自尊啊，你用最天我，我在光之处，山魁，自尊啊，真是无有可救，啊，自尊，对不住了。不辞速降，关东卿已经被华流医所擒了。东卿，你也紧张。嗯，公子不离开，都是阎官离开。是是。关东，你走哪里去？听着，关东卿已经退了。吴小红人也不在关键了。啊！走哪里去？听过不可对过，你和周吉过对号。左右得力，来人！不管有何困难，你个的，你两个人马上对去，进去。红能狼打从敌兵归山之际，瞬间红狼浑身脆骨肉。啊！你辨别了，红彩你就是对了，怕丢就英雄懂，这是什么功夫？这叫名叫红顶一步中，乃是将金气红色在顶头之内。只要挡到金气，即刻爆炸。无敌还叫嚣，只能红不胜红。你有这种绝招，我来吴桥红顶金鸡之后，不在你之下。不过此招只有一次的功效，只要中一阴波，以后就失效了。既然失效，那现在可以对了，不用了。现在对也对不上，难道就这样放过两人吗？放心吧，不用多久，王东去的主动回来。嗯，我有留疑问。不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我瞧红顶是咱针对的目标，既然走到路步，为何不相机将他丢掉？你有能量，你。用毒雕一过人剑后，万一失败，你比他脱毒那日熬一将的一人一嘴老假面为敌。第二，你并不是咱的目标，而是咱客户的目标。咱目标都是去替客户动手，而且咱若将伊杀掉，客户的目标嫉妒，咱就失去了下一笔的胜利了。来之策，真是精打细算。哈，胜利人本来就应该如此。公子，不可再回去。让我回去，师尊，公子，放心，你没有危险。我看出你的武功高强，有能力可以自保。可惜，你千万唔通回去，否则伊救你的苦心不就白费了。好不容易脱离逆水浪，你就想此机会替阮江湖过着幸福的生活吗？师尊，多谢你放过我。可惜，你师祖放我离开，违反逆水浪的门规。大红炉也是为难你，这公主，你平安无事。嗯，这位夫人，感谢你手下留情，我记尽了，何来留情？红彩见到之中，夫人已尽全力。吴桥红顶心内有数，而且夫人是秦世琼，解救了万国人，
才好身为心讲，我只是解救自己的多疑之意。恁两个人紧离开吧，找一处隐秘的地方替我，将脉壁吹流，日子一久，玉水楼就未再追究。师尊，洞穴为你一半高，伊的安全你的全权负责。在下明白，洞穴不负保重。师尊，你也保重。万姑娘，咱离开吧。怎样了？公主，咱也是再次分手。为何？我喜欢老鬼，虽然一时平安，但玉水楼一定肯善罢甘休。我不希望连累公主。我既答应你的师尊，爱保护你的安全，怎能将你独自一人离开？公主就不管供我一人离开，那洞穴不如回玉水楼道啊，省得连累公主。请问，公主？啊，失态。万姑娘，难道不能解决此事吗？这也是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碧魂娇松。因为伊是我的美子，伊向玉水楼俾了我，就权力决定我的生死。我早就明白，是碧魂娇松派你来监视我。不只是监视，碧魂娇松爱我将公主杀掉。哈？伊为何要这样做？我也不明白原因。啊，万姑娘，我即刻回转凤界。以别魂交送高下，你想进往烈经等待吧。明天黄昏，我会往高烈经一日会合。公主小心。